本套论述动作是国际第二套武术竞赛套路，全套共有49个动作。 挺胸抬头，右手握棍置于右侧，左手为掌放于体侧，目视前方。第二动，弓步推掌，请看我做示范。 进行讲解。预备式以后，两脚不动，身体稍稍右转，左手收至左腰际，然后向右斜前方推出，同时右手持棍后摆，身体左转，两手臂随之向左摆动，摆的同时棍。 放平，当棍摆至左斜前方时，不动，然后两脚后跟稍稍提起，左臂向上向前摆动，重心后移，右脚后撤，两手随之向右摆动，重心不动。 身体左转，把左掌推出。下一动，提膝侧身点棍，请看我做示范。好，当我们完成弓步推掌以后，重心移向左腿。 右手持棍，使棍尖使这棍的头一头气头呢向前摆出，然后左手置于右手旁，随之重心移至右腿，两手持棍使棍气的这个头呢由上向右摆，同时把左腿提膝，注意上体尽可能的。 向右侧身，下一动左右点棍，请看动作示范。好，当我们完成提膝侧身点棍以后，左脚下落成马步。 两手持棍，使棍向左下完成一次点，然后向右两次，再向左，再向右，一共完成4次点棍。下面我把前几个动作给大家演示一次。 下一动，扑步摔棍，请看动作示范。好，我们进行讲解。左右点棍，4次以后，重心右移，左脚扣脚向右脚前扣步。
同时呢，两手持棍，使棍经上向左向下摆动，身体右转，我们完成一个提撩棍。注意在提撩棍的同时，两脚脚后跟提起，然后快速向前出左腿，向下摔棍。下一动，转身抡棍，请看动作示范。好，我们进行动作讲解。扑步摔棍以后，站起，两手持棍，使棍扛于右肩上，左脚向左侧迈步，身体左转。那么在转身向左转的同时，棍由右后向左侧抡棍。那么在抡棍的同时呢，我们要上右脚后右脚，完成一次抡棍，也就是抡到一周，又回到右肩上。我们继续左转，再扣右脚，再完成第二次抡棍。现在我们已经转了两周，那么接下来我们右脚向左脚后插步，同时抡棍，使棍从右肩抡至左肩。这时候我们的头要向左转，目视左斜前方。下一动，转身单手抡棍，请看动作示范。下面我们进行动作的讲解。转身抡棍以后，上右脚脚尖外展，身体右转，上左脚脚尖内扣，然后身体右转，用右臂单臂抡棍，同时呢，在右转的同时，右脚滑摆至体右侧，身体继续右转，两手臂向后摆，成为一个弓步，右弓步动作。下面我再做一次示范。摆右脚，扣左脚，抡棍。下一动，立五花，请看动作示范。好，我们完成单手抡棍以后，左手由下向上摆，右臂随之向上摆动，身体左转。上右脚开始五花动作，注意向前体前，然后再在右侧完成，这样算完成一次。我们五花要完成四次五花，也就是在右侧右臂外侧完成是第四次结束。下一动，转身提撩五花，请看动作示范。好，我们进行动作讲解。当我们完成第四次五花动作以后，向前上左脚，向后插右脚，两手臂随身体右转握棍，使棍梢
起，然后左手离开棍，右臂继续抡摆，身体继续右转，左手下落至右肩前，右臂摆至体后。下面我把立五花和转身提两五花棍呢连起来给大家做一次示范。旋凤脚，请看动作示范。好，我们进行一下动作讲解。提撩五花以后，右脚在前，左脚在后，右脚向前挪动半步，马上向前上左脚，然后完成一个击步动作，同时呢把掌推出，然后上右脚，右臂握棍向上，然后向下抡摆，身体左转，完成旋凤脚动作。再请看我做一次示范。上右脚，击步推掌，上右脚，旋凤脚。做旋凤脚的时候呢，要求两个脚同时落地。下一动弓步云波棍，请看动作示范。好，我们进行动作讲解。旋凤脚下来以后，左脚后撤，左手收至腰间，然后向前穿出，身体左转，两手臂随之摆动，向右脚前，向左脚前扣右脚，注意继续左转。那么我们左手从右臂下方接握棍，这个时候呢就成为两个手握棍，同时左脚经右脚旁向后撤步，两个手臂稍稍上举，使棍在额头上方，头上方啊，云棍，身体继续左转，完成左弓步，向前完成拨棍动作，棍稍在前，那么使我们的棍和左臂紧贴在一起。下面再请看一次示范。撤左腿，看掌，上步转身云拨，下一动转身单手抡棍，请看动作示范。好，我们进行动作的讲解。云拨棍以后，上体稍稍直起，身体右转，棍呢随之摆动，向右摆动，右脚脚尖外展，左脚向右脚前呢扣步，两手持棍继续向右向体后舞动，到左肩上方的时候，然后我们继续右转身体，但是呢左手要离开棍，单做右手的单手
单手抡棍，那么在做抡棍的时候，右脚随之滑步到这个右侧，身体右侧。下面再看我做一次示范，注意身体右转，掰右脚，这个时候这个棍呢放在左肩，扣左脚，身体右转，做单臂单手抡棍，抡完棍以后右手背棍，在身体背后，左手呢摆至体后，下一动上步点棍，请看动作示范。好，我们进行讲解。单手抡棍以后，重心左移，右手持棍，使把头棍把由下然后向上摆，同时呢左手顺势接握棍，然后我们重心一致，左腿右腿提膝，那么在提膝的向上抬的同时，左脚脚后跟呢稍稍离地，也就是向上蹬起，然后右脚前落，脚尖外展，身体右转，两手握棍，在身体右侧完成一次点棍，再上左脚向右脚前做盖步动作，然后两手持棍向体后完成第二次点棍，然后我们再上右脚扑步摔棍，请看我做示范。好，我们进行动作的讲解。当我们完成点棍以后，右脚在前，下面我们两个手舞棍，那么使你的棍梢呢由左后向上向前，然后在体右侧完成一次五花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上左脚向后背起右脚，左脚呢要起跳，同时完成起背起，然后快速的向前扑左腿，成扑步摔棍。下面我把前几个动作连起来给大家示范一次。下一动翻身弓步盖把，请看动作示范。好，我们进行动作的讲解。扑步摔棍以后，两腿伸直，同时右手向后抽拔，上体左转，重心移到左腿，那么右腿呢屈膝，右脚扣于右腿后侧，随身体左转，右手滑把，使把头突出出来，身体继续翻转，那么翻转大概180度的时候，右腿后撤成左弓步，同时向前摔把动作，完成摔把动作。下一动震脚提膝调把，请看动作示范。下面进行一下动作的讲解。从弓步盖把以后啊，重心前移到左腿，右脚呢向左脚旁震脚，同时两手握棍，把这个棍把头由前向上向后
摆动。那么到这儿以后，注意这个左手一定要换握把。那么这个时候呢，左手手心朝下，和右手正好是两个虎口相对。然后我们重心移到右腿，把左腿提起，同时呢向上调把，身体向左拧转，眼睛呢看把头方向。下一动，转身抡棍，请看动作示范。好，我们进行动作的讲解。提起条把以后，身体右转，左脚呢后落，两手呢持棍置于这个头后，然后左手离开棍，右手抡棍，身体呢左转，右脚向左脚前上步，右臂抡棍，这个时候左手随即呢也握住棍，我们两个手呢要挨得紧一点，然后身体继续左转，左脚呢后落，棍呢继续抡摆，身体继续左转，到这儿以后插右腿，把棍置于呢左肩上，身体左转，头也左转，目视左前方。好，我们再进行一下这个动作的示范。调把以后，右转，抡棍。好，下一动，转身单手抡棍，请看动作示范。好，我们进行动作讲解。转身抡棍以后，身体右转，上右脚脚尖外展，连续上左脚脚尖内扣，然后我们身体呢向右转，同时呢右手单臂抡棍一周，身体继续右转，注意右脚滑摆啊到右侧，右臂继续向右摆棍，左手呢随之摆至右肩前，成这个动作。下面我们把转身抡棍、转身单手抡棍两个动作连起来做一个示范。好，下一动，转身抡棍，请看动作示范。好，我进行一下动作讲解。转身单手抡棍以后，身体左转，左臂随之向左摆动，向前扣右脚，身体继续摆，那么摆到手臂啊，摆右臂摆到差不多一周的时候呢，左手握棍，身体继续左转，左脚呢要插落到右脚后方，两手持棍继续向左抡摆，继续向左抡摆，然后我们的脚连续右脚左脚向前落步。下面再请看我做一次示范。
请看我做示范。扫棍圈子是在转身抡棍以后完成的动作，所以呢，我们把前面的动作和扫棍圈子一起给大家进行一下演示，请看。动作的讲解。当我们完成转身抡棍一单二双这个动作以后，那么从双手变换到单手，右手持棍，左手呢离开棍，然后身体继续左转。这个时候我们要完成旋子，在完成旋子的同时，右手抡棍，在你的身体下面扫棍一周，所以呢，我们要完成这个动作，扫棍一周，身体继续左转。抡棍，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记忆。我们可以转身以后，大家记住，第一个是单手抡棍。第二个双手抡棍，第三个扫棍旋子，然后完成。下一动坐盘抱棍，请看动作示范。好，我们进行动作讲解。扫棍圈子以后，身体继续向左转，左脚向前扣步，右手向左抡棍，这个时候呢，左手也随之握棍，左脚随身体左转向右腿后插，两个手持棍继续摆动，身体继续向左转。注意，到这儿以后，重心移到左腿，右脚脚尖触地，随转体拖着右腿。那么转到大约360度的时候，举起坐盘，两手在胸前抱棍。下一动转身单手抡棍，请看动作示范。我们做单手抡棍和前面几个单手抡棍的要领呢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主要注意一下方向和最后的结束动作。从坐盘抱棍以后，两腿伸直，身体右转，摆右脚，扣左脚，右臂单手抡棍。注意，左手经左腰向前退出。下一动上步提撩棍，请看动作示范。好，我们进行动作讲解。单手抡棍以后，向前上左脚，同时右手持棍，把头啊由下向上摆起，随之呢左手滑握棍，两个手臂握棍，背至头后方，上右脚，左手离开棍，右手由下向左斜上方撩起，撩到左肩上的时候，左手接握棍。下一动半马步
劈棍，请看动作示范。好，我们进行一下讲解。撩棍以后，两腿前后错步，呈半马步，同时向下劈棍，使棍停于右腋下，棍稍稍稍向下，但是不要触地，目视棍稍方向。下面我们把前面几个动作连起来给大家示范一次。下一动提撩五花，请看动作示范。我们进行一下动作讲解。从劈棍以后，注意两个脚换跳步，也就是把左脚放置后面，右脚在前面，同时呢两个手持棍，持棍稍啊向上摆，然后棍稍向后，再提右侧完成一次提撩，提左侧完成一次提撩。注意我们右侧左侧算完成一次，我们要连续完成五次，我们一起数，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好，完成提撩五花动作。下一动上步提撩五花，请看示范。当我们完成第五次提撩五花以后，继续做第六次，这个时候我们要上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好，我们再进行一下演示。注意第六次上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我们一共上了五步。好，下面我们把提撩五花和上步提撩五花连起来演示一次。下一动转身劈棍，请看示范。好，当我们完成提撩五花，上步提撩五花以后，我们是左脚在前，左脚稍稍内扣，身体右转，两手持棍，使棍稍经上向右向下向后五度，重心一致，左腿右脚呢脚尖点地，然后向下劈棍，使我们的棍把端紧贴于右腋下，劈棍动作。下一动转身单手抡棍，请看示范。好，我们进行动作讲解。转身劈棍以后，身体右转，右脚向右后方上步，身体右转，然后把棍放于左肩上，上左脚，跟我们前面学的单手抡棍一样，右臂单手抡棍，身体继续右转，重心一致，右腿左脚脚尖点地，同时把左手收至左腰间，右手持棍，
后背。下一动，弧形步，里合拍脚，请看示范。好，下面我进行一下动作讲解。当我们完成单手抡棍以后，注意向前上左脚，我们连续上五步，要求弧形步上步。同时呢，左手要向前立掌推出，然后身体左转完成底和拍脚动作。下面我再做一次示范。一、二、三、四、五，拍脚。下一动，弓步肩上背棍，请看示范。好，我们进行动作讲解。李贺拍脚以后，身体继续左转，左脚向右脚后插落，右手持棍向前摆，同时呢，左手从右手后，也就右臂下的接握棍，持棍继续在头上舞动，身体继续左转，重心一致，左腿右脚脚背要扣于左腿后，旋转一周，然后两腿分开，把棍放置左肩上，头向右转。下面我把前几个动作连起来给大家演示一次。请看动作示范。好，我们进行动作讲解。弓步以后，重心先向后移，然后右臂抡棍。注意，我们做涮腰动作，上体要后仰，由右向左完成一次涮腰，同时呢，完成单臂抡棍。下一动提膝点棍，接下来呢是撩棍蹬腿和弓步戳把。那么我们需要把三个动作连起来给大家做一示范。我们进行分个动作的学习。顺腰抡棍以后，右手持棍，让棍梢呢由下向前摆起，左手呢随之向前摆，摆到向上的时候，左手呢要接握棍，然后右身体右转，使我们的棍继续舞动。重心移至右腿，棍继续舞。那么把左腿提起，我们两手持棍呢，做一个点棍，点棍动作。注意，力点是在剑尖儿。点棍，然后左脚向前落步，做一个右侧的，也就右臂外的撩棍，这个撩棍动作。
马上我们向前蹬右腿落步向前出发我们做一个反方向的示范请大家看双腰弄棍以后手臂摆起向右转完成提膝点棍撩棍蹬腿注意戳把左手屈肘置于左胸前棍一定要是平的目视把头方向下一动屈步绷棍请看示范好我们进行动作讲解弓步戳棍以后身体左转重心呢移到左腿也就成为左弓步同时右手滑握棍把端棍稍向前下方放出重心一致右腿左脚的屈点地然后我们完成绷棍同时向下屈腿成虚步目视棍稍斜上方下一动弓步横击棍请看动作示范好我们进行动作讲解屈步绷棍以后左脚屈膝使脚背呢扣于右腿后同时身体稍稍右转两手持棍使棍稍向右横摆继续向后摆360度也就是一周以后注意左脚向后落步同时两手向前击棍两个手虎口朝向同一个方向也就是左侧棍呢要横于体前下一动转身抡棍我们把转身抡棍和接下来的插步扫棍连起来给大家进行介绍好我们进行动作解释弓步横击棍以后身体左转两手臂上举然后我们两个手呢要滑握在一起身体继续左转右脚扣步完成抡棍左脚向右后插这是我们说的转身抡棍这个动作不停继续把右脚向左脚后插落然后我们的棍注意棍稍不要打地但是朝下方做一个扫棍然后置于左肩上我们的身体左转目视左前方下面我把前几个动作连起来给大家做一示范下一度换跳步扫棍请看动作示范好我们进行一下动作的讲解插步扫棍以后
重心前移，上，右脚，同时呢，我们两手持棍，在体前，要棍稍触地，进行一个扫棍。那么，扫棍以后，两个脚做一个换跳步，换跳步，再扫一次棍。那么也就是我们棍稍要触地两次。下面我们再做一次。下一动，上步，点棍，请看动作示范。好，我们进行一下讲解。换跳步扫棍以后，左脚向前迈步，两手持棍，持棍稍由下向左摆，然后上右脚，棍在右脚前方点棍，再上左脚，我们身体呢左转，那也就是说回身做一个点棍。下一动，翻身扑步摔棍，请看动作示范。我们进行一下动作讲解。当我们完成上步点棍以后，左脚在前，右脚在后，那么我们继续向前上右脚，然后两个手舞动五花啊，使棍稍由左向上向前，那么继续向前迈右脚，右脚迈左脚，左脚要内扣，同时呢两个手继续舞棍，这个时候右腿提起，那么左脚蹬地，然后快速向前出左腿扑步摔棍。下面我们把前几个动作连起来给大家进行一下演示。回身瀑布摔棍，请看示范。好，我们从瀑布摔棍以后，两腿伸直，重心左移，右腿呢靠近左腿旁，然后身体右转，注意两个脚脚后跟提起，手臂呢上举，然后向前扑左腿摔棍。下一动，弓步绷棍，请看示范。好，这个动作需要我们注意，当我们向前推棍的时候，棍稍呢不要离开地，两个手把握在一起，然后身体右转，注意右手握把向回抽，左手呢滑握向前，完成绷棍。这个时候右手要置于右腰侧，目视棍稍前上方。下一动，插步脚棍，请看动作示范。好，我们进行动作讲解。弓步绷棍以后，重心移到右腿，移到左腿，右腿呢向左腿后插，同时完成一次两次脚棍。那么脚棍我们要以右手为轴，使棍稍沿着逆时针方向旋转，注意我们的动作，脚棍和向后插步要协调配合，请大家再看我做一次。
带动，转身，单手抡棍，请看示范。单手抡棍和前面动作要领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呢，接下来把弓步、背棍一起给大家做一介绍。上，右脚，脚尖外展，扣，左脚，身体右转，完成一个单臂抡棍，注意，右脚，然后右脚，再左脚，后，站脚，左腿抬起，同时左手摆至右肩前，左脚向前落步，推掌。好，我们再做一次示范。下一动，转身云接棍，请看动作示范。我们云接棍和并步的背棍的亮掌是一起完成的，所以我们一起给大家进行介绍。弓步背棍，重心后移，左脚向右脚后插落，然后左手摆至左肩前，右肩前，右手持棍呢向前摆。那么我们身体向左转，随身体向左转，注意我们的左手手心朝向自己，虎口处接握棍，使棍在向左云棍的同时，然后我们由右手换握到左手，直到我们把棍背到体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继续身体继续左转，把右腿向右斜后方落步，右手摆至左肩前，然后我们左脚并于右脚旁，右手向后走腕，同时转头。下一动收势，好，当我们完成并步亮掌以后，右手下落接握棍，然后我们把头向前向上向后，同时呢向前上左脚并右腿，右手持棍置于右肩前，左手呢放于体侧。下面我们把前面几个动作连起来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示范。